炼血堂现在一蹶不振，势力衰弱，根本不足为惧。苍松师兄，看来你对魔教情况了如指掌啊。那万夫古窟地处空桑山，常人进至必死。800年前，那里曾是魔教炼血堂老巢，如今虽然示威，可依然是危机四伏啊。既如此，不如各守家门，此次会晤旨在自强，自强才是青云大计嘛。师弟所言不错，可除魔未到，更是我辈本分。我已借此魔教异动之事，团结焚香谷与天音寺，请他们派出弟子援手协作。无论情况如何，对我们来说都算是个机会。莫非是要借此机脉会武之计？正是，我打算着会武四强弟子前往万福古窟探查究竟，此次优胜者亦会成为我派中坚之力，为未来计多加历练，势在必行。要是没有什么意见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是。快跑啊！小师弟，小辉纵与你情深，但比武之事弄丑，总归欠妥。这么说来，宋师兄已修得三真体，不问尘世心了。啊，文师妹，文师姐近来可好啊？自上次大事以后啊，我们大师兄可是时时挂念师姐你呢。没有，我哪有时时挂念？那你就是不挂念我们师姐了？不是的。啊快看，龙首峰的弟子来了。嚯，龙首峰一脉果然能斗师尊。天师妹，还记得我吗？齐师兄好。齐师兄，再度参加七脉会武，想必这次是志在必得了。原来是文敏师姐，上届惜败于萧师兄，令人扼腕。但经一甲子精修，折冠之势必不可挡。那是当然，只是我资质愚钝，本脉另有奇才姐妹，齐师兄可要小心了。能让文敏师姐甘拜下风的奇才之人，小弟真想早日见识一下此人的风采。机缘若至，自能遇到。灵儿师妹，我给你介绍小竹峰的姐妹，走啊。小凡。啊，靖宇，感觉你比上次更厉害了，这没过多久啊。你也是，气运啊大大的不凡了。我只是来长见识的。别丧气嘛，我还想和你比试比试呢。不用木剑，以青云弟子的身份，堂堂正正的圆梦。哎，来我这儿，别乱跑。对不起啊。小辉，你去哪儿了？看来这位小师弟就是这猴子的主人了。我是大竹峰弟子张小凡。哎，小辉，老实点。这猴子脾气还真是暴躁，我这张帅气的脸可不能让你给抓花了。这只三眼灵猴可是化外异兽，从未有三眼灵猴被驯化之事发生。你究竟怎么做的？三眼灵猴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世间罕见的灵兽啊！现在它还没有开眼，与野猴无异。可一旦它开眼，乖乖！诸位，伏鱼有讯，夜惊于晴，荒于嬉。我派历代祖师为警戒后人。你看我，看我，我们说不定还是远亲呢。来，开个眼我瞧瞧。你们是青云新一辈的弟子。忘了自我介绍了，鄙人姓曾，草字叔叔，是风回风的弟子。叔叔，哎，笨，是书本的书。
当年我娘本来给我取名叫曾英雄的，哎，偏偏我爹喜欢叔，便给我改叫叔叔了。曾英雄，还是叔叔比较好点。好什么好啊，现在害我见了每个人都要解释一遍，成了一生的笑柄。这个小家伙叫小辉，哦，真是个小辉呀，啊，看你能驯服三眼灵猴不简单呀。哎，姐姐，观礼开始了。哇，不愧是姐姐观礼，剑气如注，气势万千。好厉害，难道我就只能来这里见识一下吗？林尊，无量天尊，林尊肯定是来助威的。太好了！大家安静。为了鼓励弟子操业求精，力争上游，这次大事还为最后的胜者专设了奖品，那就是六合镜。六合镜分量，是一个镜子。哎，此乃我们青云门第十代祖师吴方子真人传下的法宝，威力极大，只要灵力够强，就能反射一切攻击。进行比试。分别是1对64，2对63，3对62，以此类推。其后第二轮，对手是谁，自听从天命。抽签仪式，现在开始。快快点！抢到了！别抢我的！别拿！来！现在我来叫号，叫到号的弟子自报师承和姓名。一号是谁？可是有人没有抢到蜡丸。回禀苍松师伯，在我这里。首轮比赛的一号因没有64号对手而轮空，直接进入第二轮。太好了，多好啊！真是没人了。首轮晋级弟子张小凡，比赛现在开始。太会了！此人不可小觑，上界会武，他曾连败2位高手。那是没遇上老头。大竹峰田灵儿，有礼了。师妹法宝是琥珀珠灵，还望手下留情。怎么回事？你偷袭！
这叫抢先手。雕虫小技。小潘师弟，咱们又见面了。哎，你那猴子呢？哎呀，曾师兄，我师姐正在比赛。申天斗居然要靠偷袭，令他方寸已乱。放心吧，你师姐赢定了。哎，对了，我风回风有好多稀奇玩意儿。小心！等你师姐比完了，我带你去看看怎么样？我有三腿兔子。等我再说。哎，我还有黑白孔雀、梅壳乌龟，拿它们换你小慧怎么样？曾师兄，我只和小慧投缘，不要那些宝贝。这招没用。申师兄，小心了！林师妹，糟糕！师姐，小师妹，承让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开刀！妙啊！没想到你师姐还留有后手，厉害厉害！我还有个好东西，绝世孤本，我花了好大心血才得来的。这么珍贵的书，我受不起。你别急啊，不要了，拿着，你先看看再说。什么绝世？这师妹真棒，朱峰这回可扬眉吐气了，是吧，小白？师妹好样，师妹厉害。小白，怎么样？我厉害吧？师姐，你赢了。我刚刚的比赛你没看？看了看了，师姐不愧得了师傅的真传，赢得精彩。鬼鬼祟祟，说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不许急。哇，陆雪琪，快给我来！哎呀，今天有眼福了。别急我，武功更高。收藏加关注，追番不迷路。